欢迎收看《旅行东西君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廖婕妤。在本集的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介绍北台湾的在地美食以及中部的铜板小吃。节目一开始就先从前进台湾头基隆开始。好，在基隆的仁爱市场二楼可说是生鱼片料理的兵家必争之地哦。想在里头突围，食材够新鲜是基本的，价格也得修个短袜。因此有店家主打一罐握寿司不到20元，还有限量满满的味噌汤也才20块，再加上干净又舒适的装潢，在当地闯出了名号。指腹不断搓揉松散米饭变成小巧球状，轻轻放上鱼肉来回修行，各种口味握寿司鱼罐排列，一口均价竟然只要20元。鲑鱼、尾鱼、旗鱼、大丸叠叠乐，艳红鱼软，淘气乱入，食材占满整碗冻饭，完全不给白米探头机会，却也是修个短袜，主打高 CP 值。老实说，年轻人真的薪资不高了，你要叫他们去消费真的是很难。那所以我就想说，把整个价钱是否可以往下拉？到用餐时间，客人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上门。聪明的老板在开店之前将生鱼片全部切成薄片，随时应战蜂拥而至的人群，更掌握吃寿司的黄金3秒，既能保鲜，更能提高翻桌率。冻饭的话，它的量也蛮多的，对啊，这就是我的那个我在基隆的后厨房，比如说想吃的时候就会来，我一定会订一碗味噌汤。那味噌汤真的料多很实在。这碗汤真的很好喝哦，不只可以喝到味噌的香气，而且呢非常的鲜甜，重点是里面的馅料满满的，有豆腐也有鱼肉，只要20块钱，难怪呢每桌客人都要点，因为真的 CP 值太高了。尤其味噌汤更是人人一碗。原本在台北经营日式餐厅的老板，因为看准网络带动观光客回流，加上地利之便，毅然决然回到基隆经营平价握寿司。你要回到基隆才可以做到更平价，因为鱼市场就在旁边，这个运送过程一些成本问题，当然我们就可以降低一些成本，那回馈给消费者。砸下百万装潢，让店面看起来整洁干净，还保有日式文青风格。老板坚持即时评价，也得是自己敢吃的东西才卖给客人。高贵不贵的经营哲学，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二楼脱颖而出。不过到基隆，除了吃海鲜，位在成功市场旁有家鹅肉店，是在地人也推荐的美食。老板张孝斌是饭店主厨出身，几年前他勇于走出舒适圈自行创业，标榜用饭店式的做法来处理鹅肉，卖的却是亲民价格，让不少民众一试成主顾。每一只都把它用干净了以后，然后我们那边的水滚了，我们就要准备下鹅了。鹅肉进到锅内泡个温泉，去除内脏血水，再放进铁网。没有压这个的话，它浮上来，有的地方熟，有的地方它就不熟了。穿烫过后仔细拔毛，才不会影响口感。每个步骤不能马虎。接着进桶子里开始烟熏，里头的秘密武器就是它。像我们这个装置就是用砂糖，它比较天然的。一般这样烟熏起来，它的甜味不会说很呛，烟熏的味刚刚好。烟熏20分钟后，鹅肉泛着焦糖色光泽，释放淡淡的清香。不过要处理整只鹅也得看功夫，需要了解鹅的结构，才有办法让骨头跟肉瞬间分离。刀工哦，要练一阵子的。做刀工要学多久？快的话嘛，要半年至一年。两三下就去骨完成，一片片的鹅肉淋上老板自己调的盐水酱汁，油油亮亮才会入味。咬下去软嫩多汁，带点熏烤香气，沾点特制鹅肉酱，更能衬出肉质本身的鲜甜。鹅肉啊，它的质感很扎实，有咸度啊，吃起来很好啊，就
那软嫩都刚好。如果想知道师傅的细腻度，从处理鹅肠就能看出端倪。油脂给它拿掉，因为它油脂会有那个腥味。洗完鹅肠，来个三温暖，先泡热水，再用冷水冲12分钟，鹅肠才会膨胀的刚刚好。大肚子。简单调味，再把韭菜、豆芽菜跟鹅肉拌一拌。这道韭菜鹅肠经过层层处理，吃起来弹牙又脆口。外面有些是软烂，然后这个是比较脆的。对于鹅料理了若指掌，老板张孝斌当了30年的中式厨师，不想老是当个领薪水的打工仔，梦想开创自己的一片天。5年前从饭店离开，带着越南籍老婆一起创业。从来没有说啊，出去外面跟人家接触很多，现在突然间。接受那么多人有一点压力啊。夫妻俩一开始因为不熟悉，常常煮鹅肉时在掌控火候上遇到大大小小状况。像撒那个鹅肉啊，我们吊的这个方法都试过很多种的啊，还有时间的比例啊，冬天夏天的温差嘛是有差啦。台越夫妻档一起克服困难，餐饮事业逐步上轨道，隐身市场的饭店级味道融入夫妻同心的鹅料理，让顾客回味再三。在台湾提到美食，有南府城北基隆的说法，庙口夜市小吃处处令人惊艳。早期因为基隆有很多来自福州的移民，因此基隆有很多小吃源自福州，像是顶边厝就是其中之一。它呢是将再来米放进大锅煮，一片一片的面皮口感类似龟鸭条，加入了金针、虾米等配料，汤头非常的鲜甜美味。而基隆还有一种小吃叫做刀枪米，是用米豆做成的细长条状物，鲜嫩又带有豆香，也很好消化。源自于泉州，一开始其实是穷人的食物，但是后来呢变成了庶民小吃。至于初次造访基隆的人，有时候看到菜单上写着吉古拉都会一头雾水，其实它就是火锅中常见的竹轮，另外还有卡玛波克，也就是鱼板，两者都是鱼浆制品，只是形状不同，在1910年代传进台湾。另外基隆也有不少的咖喱小吃，因为在以前货运盛行时期，码头工人劳动力大，所以需要高盐分来补充电解质，辛辣的食物就可以加速身体排汗，还能促进食欲。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品尝这一家一甲子老店，业者把温体牛加上独门沙茶咖喱，让老中青三代客人一吃就是60多年。因为它面等于做 Q 这样，不会糊在一起了，跟咖喱搭起来好像很配。他们还有那个沙茶，特殊，比较特殊了。汕头的沙茶酱加上咖喱炒出来的这碗面，令饕客魂牵梦萦。黄澄澄面条搭配薄嫩牛肉，咸香滋味令人一吃就爱上。浓郁的沙茶在咖喱中显得特别清甜。因为这里都是很多旧客户回来做，以前可能在附近工作或者住附近，那因为时空环境的变迁让他们离开这里，但是因为口味够重，所以他们时间到了就固定回来吃。我们这个的话最少煮蛋好要20几分钟。灵魂主角面条得用大锅水煮，还要不断加水才会 Q 弹，简单淋上酱油入味，再用大火快炒另一头。接着咖喱沙茶牛肉一起入锅，把两者味道完美融合，淋上煮好的面条就大功告成。当初这间店第一代老板来自汕头，1949年跟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，落脚基隆，在流浪头也就是复旦路上开启面摊。当时附近有不少码头工人以及造船厂员工，因为劳动量大，需要高盐分补充电解质，辛辣咖喱可以加速身体排汗。创办人把家乡味沙茶入菜，促进食客们的食欲，也成就了这道料理。当初那时候都是码头工人比较多，所以通常他们比较粗活，比较重口味。后来他们也是一个意外，就这样加在一起，所以说觉得那味道非常搭。如今接棒到第三代，大姐林慧萍负责外场，弟弟林启昌内场掌勺，两人齐心把这一甲子的味道传承下来。只是18年前林启昌接班时，一度面临困难。本身没有，也不是读餐饮科的，对，都不晓得，所以你要边做边学。客人会包容说，因为有传承上一定会有那个手艺跟爸爸一定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说那个
中间那个段那个慢慢让他去鼓励弟弟，还会指导他。对，有的客人因为老客人都知道什么味道，靠客人指导慢慢找回老味道。不止炒面令人难忘，第一代当时研发的虾子猪肝也在舌尖上碰撞出新滋味。因为猪肝比较容易熟，所以它会在虾子炒完一阵子以后它才会放。经过快炒的猪肝软嫩不柴，咖喱沙茶搭上虾子的鲜味，彻底绑架老饕的胃。那个年代的话，比较经济刚起飞，比较物资没有那么样的充裕的时候，像这种猪肝的那个年代是算非常，也是说比较有营养的食材，他们那些工人吃的比较有营养。吃饱了再来碗清炖牛肉汤，汤头用大骨小骨熬煮五六小时，清甜刷脆，独特口味可是让附近造船厂工人相当难以忘怀。如今用来料理美食的锅铲，还是当年工人帮忙焊接。以前这边有些对造船厂的员工常这边聚餐，然后看我爷爷，因为以前是爷爷一个人做，然后就是他看到他的东西就是坏掉了，他就帮他焊起来。一只锅铲用了60年，传承到第三代手里，历经岁月，消磨得又轻又薄，满满拼接痕迹，却依旧在锅里翻滚，就是要继续为饕客准备一顿在地的流浪头美食。而七堵是基隆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，这里则隐藏着孤军后代的家乡味。在国共内战时期，有一群流落在泰缅边界的国军，因为没有办法回到台湾，一直生活在困苦的泰国山区。其中有一位孤军后代因缘际会嫁到台湾来，他开店谋生，也重现家乡酸酸辣辣的泰式风味小吃。碎绿色的泰豆切成丁，蒜头、辣椒爆出香气，猪脚肉入锅拌炒，泰豆接续演出，配色添口感，最后撒进打泡液。打泡液才有那种泰国的味道啊！名字就叫打泡，我一定坚持要放打泡液。坚持传统家乡味，内行的一吃便知差异在哪。他们的比较道地，应该是属于说泰国当地的一些食材。带有嚼劲的猪脚肉，配上爽脆的菜豆，以及道地泰国打泡液，散发出的独特辛辣感，咸香带辣，堪称八饭神器。新鲜鸡蛋打进油锅中，炸到呈现金黄色，外焦酥，内柔软，蛋黄呈现半生熟。一刀切下，悦耳声音响起，金黄蛋液缓缓窜出。老板娘将酥脆荷包蛋大卸八块，豪气倒进特调酱汁里头。利落刀工将洋葱薄切，大把大把加进锅中，以凉拌方式处理荷包蛋。酱汁酸辣清凉，洋葱爽口，荷包蛋却焦脆温热，仿佛在体验冰火飨宴。特调酱汁融合半熟蛋液，风味特殊又迷人。还有黄咖喱虾，口感绵密，神似蒸蛋，温和微甜，香气浓厚。当然不能不品尝的还有热腾腾的酸辣海鲜汤。一上桌，浓浓酸气扑鼻，一勺汤各式香料融合，一入口重重辣味袭来，酸辣香三重滋味挑逗，让人难以抵挡。身为孤军二代的老板娘匡赛琴，从小流落泰缅边境，身为长女的她一肩挑起照顾九个弟妹的重任。有时候我们的同学啊，他们下课就可以去跳跳蹦蹦跳跳在那边玩，我们就必须回家去煮菜饭给弟弟妹妹吃，洗衣服啊，帮忙做很多家事这样子。艰困生活练就好厨艺，而流浪泰北的生活也因为恋上台湾郎画下休止。匡赛琴嫁来台湾，时常嘴馋，却总觉得很难吃到到底泰国菜，决定自己开店，还因为生意太好忙不过来，忍痛把儿子送到泰国念书。白天我在店里很忙，我没时间想，我回到家里，我就看到他的玩具，看到他鞋子，看到衣服，我就在那边坐着哭，每天都哭，哭到我先生也受不了，他说我们去把他带回来好了。终于从无名的小吃摊做到如今餐厅等级规模，匡赛琴更找来三个妹妹，家人团聚，齐力打拼，以思乡美食慰藉异乡同胞，也抚慰无数台湾食客的心。
跟基隆一样，宜兰苏澳因为临近海边，海鲜也非常的有名。其中有一道料理 XO 酱炒龙肠，让不少饕客慕名而来。所谓的龙肠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鳗波鱼的肠子，在料理之后口味香脆甘甜。龙虾在大锅内换上红色外衣，跟蔬菜、萝卜以及熟米一起炖煮。用那个鱼骨头，还有一些蔬菜下去熬，熬它的那个高汤，来做我们的那个龙虾粥的汤。汤头在煲煮过程产生极致口感，食材鲜美滋味才能完美释放。虾膏融入米粥里，还有波大鱼、鹅啊、套丢一起凑热闹，海鲜精华全部聚集在这锅龙虾粥，可说是诚意十足。不止龙虾吃起来 Q 弹入味，米粥吸附满满汤头，鲜甜的风味让人意犹未尽。龙虾很新鲜，所以很 Q 弹，然后它的龙虾粥里面很多波大鱼。如果想来点独特料理，点这道菜准没错。把鳗波鱼肠切成片状，入锅穿烫，再跟 XO 酱大火快炒。这道菜叫做 XO 烩龙肠。原来东部盛产鳗波鱼，渔民捕到鳗波鱼都会直接取下肠子，为了卖得好价钱，于是又取名叫龙肠。吃起来不止脆口，特调酱汁带出肠子的鲜甜口感，别有一番风味。鳗波鱼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价值性蛮高，一只鱼里面它的肠子不多，那它的量也少，所以它为了提升它的价值，其实我们这边都会取名为龙肠，对，增加它的价值性。对鱼种料理相当有研究的第三代老板游定颖，原本是建筑制图师，7年前回家接班，当时宛如一片白纸的他，可是从头学起，用电脑绘图的手改拿起锅铲。只是这条路不好走，手指受伤更是家常便饭，但再苦也得撑下去，经常跟父亲一起到渔港挑货做品质把关。新鲜的鱼它不会比较那个就是有益的硬度，软软的，对哈。去渔港可以看到所有今天进来的鱼货最新鲜的程度，那我们可以去把关我们所有的菜色的新鲜度。除了守着固有传承老爸经验法则，他还做创新改变，希望把我们的美食用网络跟通路下去做推广，下去让全台湾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美食。指尖经济当道，用冷冻包装抢购网络市场，不局限在宜兰，要让全台湾随时都能品尝到大海鲜味。宜兰有位辣椒大王，原本家里是卖剥皮辣椒，他接手家中事业之后，决定自己种辣椒，从国外引进各个品种的辣椒回台湾种植，再把上千品种的辣椒依据特性开发成周边商品，成就他的辣椒王国。QQ 带劲的面条染上一抹橘，点点鲜红穿插其间，五彩配菜陪衬，最后淋上一匙油亮肉酱。面条透出微微辣度，狠狠吸附酱汁后，鲜辣香气充斥整个口腔。若是嗜辣魔人，也别担心。4到7级辣油一字排开，一滴滴出浑身汗水，两滴让你舌尖燃烧，3滴眼泪鼻涕齐发，4滴敬你是条汉子。再来还得搭碗剥皮辣椒鸡汤，汤头鲜甜，蕴含菇类香气，微辣不呛口。剥皮辣椒软中带脆，是老板起家的代表作。葱绿辣椒剪去蒂头，倒进高温油锅中，表皮水分释放泛白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冰镇过后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我们最手工的部分？对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炸过的辣椒后，我们就拿起来，我们要把它剥皮。你先捏着一端，然后把它这样转，它就可以转起来。捏紧尾端，用力一个 move， 辣椒皮肉秒分开。只见老板的女儿叶丹几乎是一秒钟处理好一个，不愧是从小练就的剥皮妹呀！短短2分钟，高下立判。剥皮剥不赢别人没关系，还有第二阶段，让我扳回一城。来喽，去完皮之后我们要干嘛？现在我们要把它去籽。哦，去籽。对，那我们先拿一条辣椒。好的。看你要用切的还是用剪的都可以。我就把它剖半。长长辣椒剖半，再以汤匙刮掉里头的小籽籽。
听起来很容易，但实际操作起来，外皮油油滑滑，很容易从手中溜走。哇，不行啦！哇，越用越烂。白龙，所以你不适合帮人家挂上。去籽力道也得拿捏精准，否则一不小心就断成了好几节。在我忙着替辣椒刮痧的同时，小老板开始在厨房忙进忙出，准备剥皮辣椒精髓，特调酱汁。最后将吸附满满汤汁的辣椒一根根塞进玻璃瓶罐中，冰冻上整整三天才算是大功告成，可说是既费时又费工的美味呀。而谈起和剥皮辣椒的深厚渊源，得从第一代老板娘说起。茶油与绿辣椒的奇妙结合，开启剥皮辣椒事业。南美洲人的超市上面有非常多辣椒，我都没有看过，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世界很大，但是我们知道的很小，自己是一个井底之蛙的一个，当下就是那种挫折感啊。把挫折转换成好奇心，叶武迅开始精心研究辣椒，更搜集世界各地的不同品种。2007年，手上已经拥有上百种，还砸下大把时间和金钱，几乎年年都有新品问世。每一个辣椒的这个品种的研发都需要2至3年的时间，它才能够变成一个新的品种，那需要投资的这个人力啊、物力跟金钱，其实是不太好计算的。把辣椒融入生活，叶武迅性格内敛，实在的做，积极的学，如同辣椒们外形萌俏无威胁性，内在却呛香，不容小觑。小小一根辣出新高度，也替叶家交出事业奇迹。还有出身部落的青年，研究所毕业之后决定回到偏远的家乡工作，一开始只是想要找回属于爷爷奶奶的回忆，没想到却更认识进而爱上自己的家乡文化，借由体验跟美食多方结合，让更多台湾人认识泰雅族的文化之美。菜刀落下，发出咚咚咚声响，翠绿叶片逐渐变得细碎，飘出柠檬与香茅混合香气，放进腌制过后的猪脚肉，点点绿叶埋藏在猪红鲜肉里。这一味刺葱可是原住民的重要型香料，它很消暑，所以他们以前老人家就是煮完之后，然后就放凉，然后就工作的时候就喝刺葱水。均匀混合后的绞肉包进大朵香菇里头，丰满内馅铺满三屉，圆滚滚，看起来十分讨喜，再以大火慢蒸，直到熟透。经过高温洗礼，底下肉圆变得蓬松可爱，香菇淋上酱汁，光泽诱人，绞肉扎实又 Q 弹，还吃到菇的咸香味，细细咀嚼后又慢慢窜出刺葱，微微辛辣，刺葱入菜还有这一道。小米腌制的三猪肉以大火快炒，再加进微酸带甜的番茄以及洋葱、青葱和米酒续腥，最后简单调味起锅，包进部落研发的刺葱小馒头，有如原住民创意汉堡。小馒头 Q 弹有嚼劲，越咬越香，内馅酸酸咸咸，味道特殊，包在一起蹦出满分新滋味。另外，泰雅族打猎必备便当小米香蕉饭，糯米 Q 口感微甜，浓浓香蕉味增添层次，一整套美味料理出自部落妇女的双手。挤在小小的临时帐篷，雨水滴滴答答，仿佛声声催促。四位大姐不管小黑蚊袭击，流着汗水烹煮，不只为了客人，还有社区老人，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找回属于金月部落的特殊文化。以前在外面，人家问我的时候，你的文化是什么？然后我都不知道。那我自从进来协会之后，然后人家问我的文化是什么，我可以就很大方的讲出来哦，所以下面要放这个哦。眼神专注，学习态度认真。他是雅文，今年只有26岁，负责美食开发。回到部落6年，才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的母语。而催化他回到部落工作，是因为彭林这张年轻面孔。幼稚园就到城市就学，对于部落仅有与长辈间的连结，直到爷爷奶奶过世后。因为我们泰雅族的那个习俗就是说，就是人死后就会回到自己的原居地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回到我的旧部落，就是感觉就是可以去找到我的爷爷奶奶，
对，那我第一次回到旧部落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感动，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，让彭林研究所选择钻研城乡发展，在部落寻找失落的一角。我们的文化好像我们旧部落就在这片杂草下面，就什么都看不到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把这些东西找回来？把部落特色一块块拼凑起来，彭林还要让大家理解原乡之美，借由旅游和美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，让年轻人归巢，替家乡文化尽一份力。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宜兰名产卜肉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名字的由来。其实卜这个字在宜兰人说的闽南话中代表炸过的食物，将猪肉去筋去油之后再切成条状，沾上佐料以及面糊入锅油炸而成，只要沾点椒盐就相当的美味。一条条沾满粉浆的猪肉条缓缓坠入油锅，嫩黄表皮逐渐膨胀。师傅不疾不徐从锅中捞出，接着放入蔬菜饼，同时肉条二次油炸，逼出多余油脂，外皮更转为金黄焦脆。这道名为卜肉的宜兰特产，其实就是取噼里啪啦的炸肉声，破巴的闽南语。猪里脊扎实 Q 软，外皮脆口，炸蔬菜则神似日本天妇罗。再来再来，满满都是胶质的高汤，呈现微微金黄色，接着加入特调芡汁粉浆，液体逐渐凝固变得浓稠，外表有点像甜甜的卡士达酱。将食材倒进铁盘，微微摇晃，让泥浆均匀。经过冰镇，颜色转为淡黄。师傅切成小块，轻柔裹上薄粉。它这个是整个就是一些胶质的东西啊。你如果没有靠这个粉跟油温高一点，让它表皮瞬间硬化。上百度油温催化，裹着太白粉的高渣瞬间定型。外表看似冷凉，一剥开确实瞬间爆浆。酥脆外皮包着浓郁烫口的鸡汤，尾韵还飘着甘甜肉味，如同餐厅老板邱世昌外冷内热的宜兰人性格。从小家中做外汇生意，逢年过节几乎都在忙碌中度过。一毕业，邱世昌仿佛逃家般离乡工作，但或许是血液中热爱烹饪的 DNA 作祟，多年后仍选择重新掌勺。后来会去做这个，应该是你到一个时间点、年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启发你一个兴趣哦，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不想要让它被时光湮灭掉。不想经典手入菜就这样失传，但民国80年初期，外汇市场步入黄昏期，邱世昌决定从餐厅宴席开始下手。外汇的生意开始在减的时候，必须要一个转换期。一开始做其实就是做比较宴会型的，就是跟外汇还有连结。之后再转型观光旅游，以宜兰在地料理当特色，慢慢做出好口碑，让传家料理在田野间持续飘香。还记得小时候回阿嬷家，总会看见一个用柴烧烹调食物的古早味大灶吗？现在几乎已经在城市绝迹了。但是宜兰有一间餐厅，还是坚持要保留阿嬷的古早味做法，每一道菜都是用柴烧来处理，让料理多了一份特殊的木头香。再加上餐厅的红砖瓦建筑，让很多用餐客感觉回到了儿时。从田野小路转进来，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红砖房，可爱的狗儿赖在地上发懒，乡下才能看见的传统晒花生、香肠，还有一瓮瓮神秘坛子菜，迎接都市交客，气氛很放松，还有一点怀旧的感觉，环境跟餐点都不错，而且很热情，对，很多人热情。再往内走，木桌长凳、桃木餐具，怀旧老歌缓缓吟唱，仿佛是童年增卡假崩的氛围，就连餐点也很不一般。
切成方块状的东坡肉，以蔺草、五花大绑，既能使口感紧实，却又软 Q 带劲。这经典江浙菜要能与众不同，火候掌控才能看出真功夫。烧柴炊饭，古法烹调，一盘盘东坡肉放进蒸笼里，大火焖蒸长达2小时，还得浸进卤锅继续熬煮，吃起来咸中带甘甜，还有木柴香气渗入食材中。传统柴烧烹调有着瓦斯难以取代的独特味道。柴烧它，因为它这个都是老板自己用买的那种类似块木那些来烧，所以它烧出来的那个热水它都有独特的味道。表皮煎到金黄色的才是萝卜糕，一口咬下去还能吃进萝卜丝，还有老菜脯提味的鸡汤，同样都靠大灶慢蒸。小时候就是去那个阿婆家，她那个就把我的手抓住，以为是表现不好要出去去打，结果在大灶旁边她就很多什么东西都拿给你吃，但是那天感动到现在。延续阿婆的感动滋味，老板坚持柴烧精神，料理也以日晒食物为主轴，但摆盘却走创意怀石料理风。原来餐厅掌门人陈明章还是位拥有艺术魂的陶艺达人，因为回乡照顾生病的妈妈，意外开启餐饮人生。那时候就惨淡经营，都没有什么生意，后来就好多朋友那个说，你学到这么多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把它结合在一个区块？盆景的雕塑啦，还有那个做陶啦，环保，就把它结合在餐厅里面，将艺术、环保和料理完美结合。老板想传达的不只是对食材的用心，更是对慢活步调、品味生活的小小心得。要来用餐的客人们暂停脚步，重温旧日的朴实美好。在大中华饮食文化中，少不了火锅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汤锅中涮煮食物，边煮边吃。像是在中国就堪称百锅千味，全中国至少有60万家火锅店，每年收入超过5000亿。吃锅文化相当的普及，而且各地的火锅都有不同的特色。比如说，在北京就流行吃蒙古火锅。吃法是将羊肉、蔬菜、豆腐这些食材用清汤涮熟之后，再沾芝麻酱调料食用。而中国的南方，像是四川、重庆，流行的是麻辣口味，重油重咸，是以牛骨、猪骨熬汤为主要原料，火锅料则以内脏为主，跟北方的口味有很大的不同。而在寒冷的东北，则风行杀猪菜，类似酸菜白肉锅，是当地汉族家庭的一个传统菜肴。做法是使用生炭火的铜锅，将酸白菜跟高汤煮成锅底，而白肉下锅涮熟，再搭配麻油、蒜泥来做享用。想要品尝这样子的滋味，其实你不需要到东北去，在台北文山区就有一间东北料理餐厅，手艺相当正统，酸白菜也坚持手工腌制。一颗颗大白菜排排放，撒上盐巴。老板陈正英祖籍东北，过去经常看母亲腌制白菜，如今传承手艺，用传统做法，至少腌3个礼拜以上，白菜才会脆口。酸菜一定要每天看，他也是每天要来看，他有时候会不听话。怎样不听话？他整个就会压的东西翻起来，然后颜色变不好，就快点要救他。腌制一次1000斤。做出来的白菜就是酸菜白肉锅灵魂主角。酸菜白肉锅煮的时候，就是开了以后，你就是小火慢炖。好，那不能放就是火锅料，就是饺类的东西，否则它的汤头就会变甜，就不好吃。小火慢炖，让底下的酸白菜释放香气，白烟袅袅，疗愈饕客的心。滑嫩香甜的猪肉洗一场热水澡之后，吸收鲜美的汤汁，搭上微酸的白菜，沾点酱料，一口入魂，身心舒畅。无敌邪恶的还有这道料理。处理好的鱼肉跟蛋一起搅拌，再过油，鱼肉香气扑鼻而来，再跟葱一起快炒，盛盘之后打上一颗蛋黄，令人垂涎欲滴。这道料理叫做赛螃蟹。相传有天慈禧太后想吃螃蟹，但无法立刻吃到海鲜，御厨用蛋白跟鱼肉做出蟹肉口感，深受慈禧太后喜爱。尤其当蛋
黄流进鱼肉里，细腻滋味令人难以忘怀。它这鱼肉吃起来其实真的很像蟹肉哎，然后呢，口感非常的滑顺，而且很绵密。它的蛋白哦，有帮助它让这一道鱼肉看起来吃起来好像更像蟹肉的感觉。然后蛋黄哦，很像让你制造出吃到蟹黄那种口感哎。哎，这道菜真的非常出神入化，好好吃哦。受欢迎的还有这道红烧狮子头，不只采用肥瘦7:3完美比例，先剁再摔，让肉质更有弹性。下油锅炸到定型，香气才会足，还要再卤2小时才算大功告成。我曾经会为了想这道菜的做法，然后晚上睡不着觉。真的、哦？对，就然后把想到怎么去处理它或干嘛克服它。这一道道传统美食经过陈正英调整味道，成了专属滋味。热爱料理的他最喜欢开发新菜单，像招牌赛螃蟹更是得来不易。我不知道出国去哪里吃到一道菜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后来就跟师傅回来就研究啊，怎么用鱼肉去怎么把它做成好吃。这个研究大概有2个多月吧。对料理热爱程度超乎想象，即便开店30多年，陈正英热情依旧不减，还是继续研发菜色，要用美食写下人生新里程。既然都来到文山区了，那我们要为您介绍在正大附近有一家云南美食料理，店家制作的过桥米线汤头清甜，虏获不少学生的心，加上价格平易近人，每到吃饭时间用餐人潮总是挤满餐厅。但到底为何要叫过桥米线？今天透过镜头告诉您云南美食的典故由来。过桥米线不错啊，就还蛮 Q 弹的。汤头还蛮清甜的，还蛮清爽的，蛮好吃的。把米线倒进热乎乎的汤里，像海绵一样尽情吸收鲜甜的汤汁，吃起来像米苔木般 Q 弹，有金华火腿提味，满满配料，味道更浓郁。时间不到，你汤头它那个味道就不会出来。最重要的汤头要用生过蛋的老母鸡炖煮超过8小时，汤汁才会香甜。相传以前云南有位秀才，为了科举考试努力苦读，经常废寝忘食。秀才妻子为了让先生吃到热腾腾的米线，用热鸡汤防止散热。由于每天跋涉长桥送餐给秀才吃，又称过桥米线。在吃它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就是这个冬天，太太的爱有吃到一个很充满温暖的料理的感觉。把去骨鸡肉用盐巴将酱油腌制3小时入味，再高温油炸，外皮才会酥脆。对，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。淋上独家酱汁，让椒麻鸡香味更上一层楼。鸡肉外皮薄脆，肉质鲜嫩，酱汁酸甜带甜，真的好开胃。椒麻鸡里面是滑嫩的，不会那个肉质不会干。不会干涩，我就觉得好吃。云南料理更不能错过这一道酸木瓜汽锅鸡，采用特殊中心有嘴的蒸锅，把云南特产酸木瓜晒干之后，跟嫩鸡肉炖2-3小时，酸木瓜精华通通流进汤头里，喝起来爽口酸甜，生津止渴，也能开胃健脾。放在我们鸡汤里面，我们去熬鸡汤的时候，它也会把鸡骨头里面的钙质全部逼出来。这些传统云南料理都是出自于老板娘于艳萍。20多年前从云南到台湾工作，原本是成衣打版师，但成衣产业外移，眼看就要失业。于艳萍想到自己有一身好厨艺，何不开拓事业第二春？像我们开餐厅刚开始那一年多也是亏钱的状态，就反正自己在做嘛，哈，也没有请人，自己在做的话就撑过来了。后来口耳相传，不少人渐渐认识云南料理，于艳萍再开了其他家分店，希望这股味道能跟着每个饕客天涯海角一生相随。
欢迎回到旅行东西君节目现场，在接下来这段节目中，我们要带您到彰化去。在王宫这里盛产蚵仔，因此来到这儿绝对不能错过古早味的蚵仔煎，不仅新鲜肥美，分量也给的特别多。另外，在西部沿海一带呢，是有一个独特的炸虾侯料理，在别的地方也吃不到的，因此来到王宫同样不要错过。一颗颗肥美的蚵仔徜徉在韭菜世界里，跟番薯粉、油葱和在一起。没有加鸡蛋，这是古早味的。煎到金黄酥脆，放上九层塔，香气四溢。这份勾扎比蚵仔煎，整盘满满的蚵仔，分量可是不小。韭菜香味跟蚵仔鲜味融合在一起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跟夜市一般的不一样啊，蚵仔的量都也比较多，比较有古早味的味道。分量惊人的还有西部沿海地带特有的虾侯。妮子潮间带里面的虾侯，这个是算属于有在保育的一种虾类。再裹上起司酥脆粉，下油锅炸。油锅里加蒜头提升香味，其貌不扬的虾侯料理过后成为美味佳肴，酥脆口感越嚼越香，没有西虾的硬壳跟熬，超下饭，广受饕客青睐。但这道料理可不是天天有。虾侯的话，吃起来就是酥香酥香的，对，然后分量也是很多，物超所值。平常蚵田里附着在蚵壳上的蚵螺，简单料理后就能吃到鲜甜肉质。尽管季节限定，只有炎炎夏日才吃得到，但这可是当地人最爱的下酒菜。精彩料理从蚵仔到蚵螺，其实全都出自老板家的蚵田。爸爸妈妈卖蚵仔开始，我算是第二代。如果以生产蚵仔，是我第三代。林宗良就读体育学院，原本是拳击国手，比赛经常获得不错成绩，但体谅爸妈年迈辛苦，不止每天得弯腰采蚵，还要进出闷热的厨房，让他决定放弃梦想。身为独子，然后两老，还有那个家庭的那个环境都要顾，还是放弃继续往上求学了，就回来家里接担子。林宗良从戴拳击手套到手拿锅铲，虽然辛苦，但能让饕客吃到王宫在地美食，也让他心满意足。王宫的蚵仔虽然闻名全台，产量占台湾养殖蚵仔的三分之一，但是养蚵人家其实相当辛苦，他们看天吃饭。为了要让收入更稳定，当地人把产业转型变观光，带着民众去体验一下养蚵人生，也要拼观光收入。坐着水陆两栖铁牛车穿梭在潮间带，开启寻宝之旅。王宫产业观光协会总干事也是蚵农的林黄才带我们沿途欣赏美景，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哎，总干事，蚵田呢？哦，这个因为蚵仔现在还在水里面。那我们现在来在干嘛？因为现在已经进入退潮了，那我们先抓另外一种贝类，叫蛤蟆。好啊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蚵田把蚵仔养起来，把这个刀锋朝下，然后呢往这些底下挖卡移动，然后有碰触的感觉，哎，你怎么随便就有了啊？不是随便有，是我很认真挖哎，挖就有了，我都没有哎。很多当地人养蚵之余，经常会来潮间带挖蛤蟆，卖钱赚外快，我也要继续努力挖。哇，你看满满的蛤蟆哎，这些都是我采的啦。啊，没有啦，其实是总干事跟我一起啦，才不到十分钟就已经采这么多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采蚵啊？对，你看我们这水位已经退到一定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到蚵田。我们终于要来挂蚵壳了。对，那总干事，你教我怎么挂好？这个蚵壳串本来很长，把它折成这样的范围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悬吊在这个我们称它骨锁。哦，骨锁。哦，这个骨锁哈，也是蚵壳串的这种绳子绑起来的一种绳索，那我们要套一个那个所谓的活套结。每年中秋到隔年清明这段时间是蚵苗繁殖季节，等待蚵苗附着蚵壳上，再把蚵壳串展开，蚵农称为育肥。我们会把它敞开来，哦，变成这样子，让它可以横挂式。因为王宫地势较高，蚵苗要在蚵壳里住上一年才能采收。插进去，一翘。开了，开了之后伸进去，壳面把上面的备注刮下来，靠着上面的壳把备注刮下来。哦，这个好大个哦！我自己试试看，也剥壳成功，立刻生吃。哦，好鲜哦！你要试试看。
但是有一点咸就是了啦。这个现采的才可以吃沙西米哦。鹅啊不只能当沙西米吃，用火烤更有风味。那在烤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必须要把凹的这一面朝下，然后呢这个平的朝上。这个鹅啊真的很鲜，满满都是大海的味道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吃起来很多汁，很 juicy 耶。是是 是, 是。哇塞！那秋小姐记得这个壳吃完之后呢，不要丢掉 哦。为什么？你还要回收哦？哦，当然，因为它还可以再运用。空壳原来是要拿来串壳壳，再垂挂到海里养壳苗，循环利用。不过养壳产业也分淡旺季，为了在淡季能有收入，总干事林煌才18年前开始推采壳行程，拼观光收入。我们发现，其实这个传统产业的代价可以用服务业哦观光的这一块是去弥补，然后提升它的产值。虽然王宫鹅啊的产值占了全台产量1/3，但多了观光也提升产业附加价值，还能让更多人了解采壳乐趣。提到彰化美食，大家一定会想到霸丸。有老店颠覆大家对霸丸传统口味的印象，居然在内馅添加干贝，让霸丸更加的鲜甜。经过高温油炸之后，酥脆的外皮搭上特制酱汁，一口咬下令人惊艳。饱满剔透的肉圆闪闪发亮，一口咬下外酥内软，料多实在。一丝一丝的干贝提高肉圆鲜甜度，就连鸭蛋都事先炸过，更能增添口感。灵魂主角特制酱汁替肉圆大大加分。那霸丸吃起来就是皮还酥酥脆脆的，我蛮喜欢吃这种口感的感觉。肉圆要酥脆，好吃秘诀偷偷曝光。地瓜粉成分高，品质好，炸出来才会够脆。先把底部铺平。铺平再来放鸭蛋，再来放里面的肉馅料，再铺上一层的肉圆皮。那我现在试试小的霸丸，所以老板我要先这样子吗？对，对，他把底部抹平。抹平，这样可以吗？再抹平一点。哎，好丑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可以修。可以修。是又不简单了啦。我太霸咖，没有好功夫，可是无法像老板一样把霸丸做得漂亮。完成制程之后要蒸20分钟，最后再入油锅炸。是因缘际会，因为说生意好，客人赶的时候用大火炸，啊炸一炸，结果客人的接受度比平常传统性的软软 QQ 的肉圆接受性还更高。这家肉圆老店已经传承到3代，老板刘永平一开始接手时可是让他倍感压力。人家上一代传给我们的名声跟生意的程度，让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更上一层楼的话，我们就会内疚吧。接手几十年，努力维持这股老味道，让这家店人气不坠。除了肉圆之外，不要忘了配上一碗排骨汤。排骨酥脆到用筷子一夹就能骨肉分离，只要品尝过的人都难以忘怀。肉炖得很软，然后很香，有炸过，所以再下去熬。用酱油、地瓜粉腌制过后的排骨放进180度高温油锅炸。炸到表皮酥脆就能起锅，再把排骨放进蒸杯里，加上调味料以及芋头。配料都装好的时候，就要加一点大骨汤，让它湿润，蒸起来才会不会说干干的。排骨还要蒸2小时，耗时费工。店内甚至还有外头少见的龙骨髓汤，就猪的脊椎里面的骨髓，一只猪只有一条。骨髓结合蛋液蒸15分钟，最后倒进大骨汤就能享用。蒸蛋吸收了骨髓汤的鲜味，入口即化，香甜美味。不少人就是冲着这些美食来的。两个大的，两个龙骨酸。老板跟太太一起坚守好味道，如今第4代也慢慢接班，要让这股勾扎米在彰化继续飘香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旅行东西君，我是主持人廖婕妤，我们再会。